手要是被油烫伤了，第一个动作一定是把手放到冷水的龙头上去冲，不停地冲。这样的话是最有效的减轻我们烧伤的一个程度的一个最有效的一个方式。烫伤只要起泡了，就说明它最起码是浅二度和深二度的一个烧伤。那如果起泡了，一定要去我们的医疗单位儿。首先呢，我们会因为起泡了，皮肤破了，我们要注射破伤风。然后呢，由专业的医生评估一下，然后把泡液剪开引流，常规的做一些伤口的消毒、包扎处理。